飞友块打完的效果就这样的，每个位置对吧？你看拉出来，接完油管以后，能推拉自如嘛？这样的推拉自如，不要影响。包括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活动侧两个回路，固定侧活动侧固定侧各两个回路，每个回路上有一个油表，有一个表保证油对吧？这个活动侧的两个回路有一个油表，固定侧两个回路有一个油表。然后弹簧软管接在夹具上，最好呢就是接完以后不要影响到他们开关门，不要影响到他们生产这样子。对面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夹具都装好以后，然后回应装好。夹具推拉的时候，就像他们这有模具嘛，打了手动马仔。所以说我们的马仔的话就不太好放，我们的压马夹具都不太好放了的。他说弄完了以后，就像钢管，你看钢管尽量呢保持整洁一些，整洁一些就行了。最后的话就弄完了以后，就把它收拾干净，卫生收拾干净，然后再打压测试就行了。